Heide.你好像在耍宝，恐不恐怖？好了啦，好了啦，连查理都害羞了呢。你干嘛挤在那个缝缝里啊？哎呦，小心小心小心！今天呢，就是呢，欢迎收看民国89年8月2号星期三的娱乐百分百。今天是我们的变装日，相信大家一看就知道呢，我们今天扮演的人是谁？我就是萨达古贞子，而且呢，猛的是呢，查理。你化妆化得很猛哎，对啊，你知道走在要办今天，我们就是讨论好今天要扮鬼之后呢，我就不断跟我们的化妆师放狠话说，我扮鬼可是真的要脸很烂，可以把小孩吓死那种。他今天的目标就是我一定要把那小孩吓死。对，为什么要把小孩吓死？就是我一生的愿望啊。没有，我就觉得你既然要扮鬼，就是要够狠，一定要狠。对啊，如果你这边稍微化个假妆啊，什么一点点红红绿绿的，那根本不恐怖啊。嗯，所以说我觉得你也蛮猛的，你看。他这个指甲呢是烂的耶，你知道贞子他的妆重在指甲，对，还有旁分跟眼睛，对，哦，真的蛮恐怖。而我 Chucky 呢重在的是那个发型跟服装吊带裤，对。你知道其实 Chucky 啊，他本身哦是秃头，对，就是他这边其实是头皮，但是因为这种效果实在太难做出来了，嗯，所以我就只好就是这样稍微弄一下而已，嗯，嗯哼，哎，但是你要不要跳一下那个贞子的那个霹雳舞？哦，从井里爬出来的样子。对啊，对啊。但是讲真的，其实那个贞子我看过啊，嗯，但他从井里爬出来的样子，我始终没看到哎，因为他只要一出来，我就立刻捂眼睛，所以他爬什么样子我没看过。Oh my god， 贞子你也太逊了吧！你爬一次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？Chucky， 麻烦你了。就这样。恰奇，要我 Chucky 来跳你贞子的舞，会不会有点过意不去啊？我觉得你我少说也是一个很红的鬼，你不过是个洋娃娃罢了。我是洋娃娃当中最红的一个大头。洋娃娃当中最红的 ，Barbie 娃娃比你红啊。哎 ，Hello Kitty 有没有比我红啊？有啊，你根本不是娃娃界最红的、啊。连 Hello Kitty 都比我红哦，而我才是日本人界最红的，甚至红过木村拓哉呢。好了，我 Chucky 来示范一下贞子的舞步哈，就这样爬出来之后对不对？然后，哦，就是跳霹雳舞色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试试看哈。好，来，贞子 Go， 贞子 Go， 贞子 Go。奇啊！你身为鬼还怕我贞子？你吓到 Chucky 了啦！我告诉你，我贞子能有今天，可不是浪得虚名。我从3岁开始就练习 street dance 街舞啊，才会有今天呢、啊。难怪我 Chucky 现在已经有点过气了。你 Chucky 不行，你真的比我还恐怖哎、欸！你知道我怎么来的吗？你怎么来的？哎、欸，对啊，照理说你从日本来这边应该蛮麻烦的才对啊。这是要那个。拜现在科技所赐，怎么说？只要有科技的地方，就会有贞子出现。因为只要你家里有电视，我就可以爬出来。那如果电脑的话呢？电脑也行啊，只要 VCD 啊。所以说，科技始终于来自人性。我还说人性，始终仍然是人性。好，我还跟那 Hello Kitty 商量了一下，请他让我塞到他的盒子里面，所以借偷渡过来的。好逊哦，你躲在小孩子的礼物当中。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在出产 Chucky 了，只好跟那个 Hello Kitty 挤一下，很痛苦。哦，真是哦。哎，那今年鬼月你想要去哪里吓人呢、啊？今年鬼月我想。因为我最近有点红到那个国外去，所以欧美那一带我最近会蛮忙的。哇塞 ，schedule 真的很忙、哦，真的很忙。但是你是稍微有点过气了吧？这现在很少有人看到我还会怕、啊。我现在顶多能下就是一些老人呐、啊。哎，不过那个胡大哥还蛮喜欢你的啊。啊，对，李主席还蛮喜欢你的。侯冠廷先生还蛮爱我的，我今天晚上就去找他。那我要找谁？很多人，我今年很忙哎、欸，我今年鬼月真是不可开交。哎，讲真的，你刚才跳那个霹雳舞、啊，真的把我给吓死了。是吗？好恐怖哦！我好害怕啊！贞子大姐，我怕你。Chucky， 好了好了好了。其实我贞子啊，在不吓人的时候呢，我也有自己的休闲活动。比如说，先把发夹夹起来再说。比如说啊，修修指甲之类的啊。哇，原来你也有温柔的一面啊！其实我贞子是很温柔的，而且其实我这个眼睛啊，它时常会冒血啊，很难过是不是？贞、子大姐是不是很难过？贞子大姐，我眼睛其实就是偶尔冒血啊之类的，不太舒服。而且我真的很羡慕你，像我哈，我如果要杀人什么，还需要用到，比如说像
种工具啊，好像你都不用哎、欸。我不用啊，我只要一只左眼一睁就吓死人。不过我右眼还是很美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右脸。哎、欸，其实你右脸也不差啊。我右脸还化了浓妆呢。讲真，你一直把头发放下来，应该很难过哈、哦。对啊，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有那个叫什么斜视、嗯，就是这只眼睛啊，它视力很好，可是这只眼睛有严重近视。因为我每次都用头发、啊。先进新闻是不是麦克风有问题啊？嗯，等于说他刚才讲话都没有声音。他们竟然这样整你，吓他们！快点用那招吓他们，吓他们！快点，老师来来，关灯关灯。墙角，我去吓你。好，我试试看。来喽！喂，